大爱哦！好，请准备。 整个书竹的故事到了桂妹姐进来之后，那等于是她人生进入到了最应该说最疯狂的阶段吧。所谓的疯狂就是。 疯狂的抓奸啊，疯狂的吵闹啊，因为冰山不断的外遇。你老婆娘，你赶快开车去看嘛，我给我。我现在要感受的是，我怎么样对我的老公不离不弃，然后我还要求苦苦的哀求他留下来。这是戏里面所书竹师姐，本尊的杨贵妹是不可能的代志。白啦，你卖走啦，好不好？ 我跟你讲，咱两个缘分已经尽了，你是安怎拢听无的？你家己给我保重。如果是我的女人，我想我会丢不下来。我都有看到苏祖讲这段词，我说我的眼泪都出来了。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我好纠结。 今天是拍那个大概民国75年之后，就是从换桂妹姐上场。今天是她拍的第一天，在菜市场。你把手啊，我让妹妹哦，来啊，来啊，来，妹嫂啊。苏竹师姐的前半段的年轻的是方佑心演，到中年以后才是由我承接。年轻的苏竹呢，已经在这个菜市场卖猪肉，然后养三个孩子，很辛苦，还要养老公啊。对于苏竹师姐这个角色人物来说，她在这个市场。 已经有他心里的感情，所以呢，我刚来的时候跟菜市场培养一下感情，所以我会到处走走。旁边那边也有一摊卖肉的，刚刚参观了一下他们的动作。给你给几个来，阿廖哦，这么巴结啊，我帮你送你，让你就送我，你真会做生意。苏竹师姐本来就是摆肉摊养三个孩子，所以她是很努力、很拼命的，她也很。 珍惜这个猪肉摊给他生命的那一段，做生意要有做生意的样子。他的身手的利落，有关于他生活生命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那个生活感要出来。哦，就鬼哦，来，就鬼哦，来，哦，拍谁拍谁拍谁，来你先鬼了，你先鬼，你先鬼。苏竹师姐是很辛苦的，而且她的生活是很拮据的。 要面对很多事，要处理很多事，然后还要那个老公哈，很棘手的，所以他的人生在这个阶段是很焦头烂额的。来，你再来看嘛哈，这个掌握够强，这个感觉，你知道？哎哎哎，领导，你看，第一天上戏，会紧张，会紧张。五、四、三、二。哎，里面，里面。你有会不？ 我倒，咱赶快拢无好，你。有听到风声？基本上来讲哈，啊，这个人物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对不哈？诶，有钱人的囝，但是讲又不是生产，那本身呢又眼高手低。你第二句叫什么？你以后你都不看，你有偌巧。 林森一直都没有什么钱，他的钱都是这边 A 一点，那边 A 一点，都是别人在赚钱，他在用别人的钱，不管是用老婆的也好，用儿子的也好，但是呢。
他用的理直气壮。我都跟你讲，我无钱啊，因为厂长讲话花一万块，我都已经无啊。啊，即摆百点的生意也歹啊。哎呦，你是咧？你外高，你外高啊！好好，我甲大家拢知。慧妹跟我提醒说，哎，朱主持就讲啊，林三啊，做漂撇的哦，你唔通未记讲你是一个做漂撇的哦，苏姐就杀你这点漂撇哦，所以你来做甲真漂撇。但人都无咧漂撇啊，咪阿咧做漂撇，伊讲都是演员呐，你都爱演漂撇啊。哦，好。叫你甘问，你是拢无咧甘问哦？你这老爸无少人关心者。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下可能是到这里就跳了。前面的话可能有点。那一条那边细啊，我被那一条拖了一条龙塞，跟他有关。他还是有一颗算是善良的心，他只有在钱财方面哈，自尊心受损的时候哈，他会暴跳起来。其他时候他还有时候他还是一个算是可以体贴的丈夫。所以人有时候没有好坏，但是呢，看你从什么角度看，要去抓这样一个角色，就是说又没有什么能力，又爱说大话，然后呢又爱钱，有时候对老婆好，有时候对老婆呢，有个派遣嫂，那你要去拿捏这个尺寸，其实是一个考验，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角色。哎，那这钱还该差不多呗？啊，你请啰嗦呢？啊，你要生个水母哦？家己拨我电话，我明仔家己来去问银行。好。话是你讲的哈，对。退去啊，退去啊，啊，退去啦！我礼拜我甲你补钱好无？你去银行把所有业务拢补我清楚，以后莫来找我啰里啰嗦，恁爸爸恁妈的代志啦。这对夫妻啊，一直都是吵吵闹闹的。林三这个人呢，根据都督师姐本尊说的是，平常脾气很好，他也很会烧菜。但是呢，你不要提到他的弱点，就是提到说，你都不要叹气，你不会垂头喽，你 A 情或什么之类，只要讲到这个，他就直接跳起来，所以他的情绪是很反复的，就是说平常没事，只要点到我这一点，我就整个爆发，就大发脾气。人啊，一摆代志啊，真是大条啊。这个人很特殊，就是说。嗯，朱朱师姐觉得说这个人是有魅力的，他又好吃懒做，他只是又很爱面子，然后，用这两个做漂撇，那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是一个不同的组合，所以要抓林三呢，其实你又要选择他的漂撇，可是呢，他呢又有一些心眼，又爱钱，可是呢，他对于家里面其实不太有责任感，但是他对朱朱师姐呢。曾经爱过，那也曾经疼过，但是到了晚期呢，他并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个女人身上，可是苏苏师姐是把心思放在林三身上，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家庭，一个夫妻关系。放手，对你放手有听无？你都叫我唔敢甲你说了，我。关大门或关里面这个门，就是家的。对对对，就所以我进来的时候，其实如果不要关那个这个门，对，只关那个林三，你觉得林三说，奇怪，门怎么没有关？忘记了。还带着门，还带着门，现在也没关。因为如果那个门不关，其实这样讲话就听得见。他算是苏竹之血对林三师兄一个转折点，算是还蛮重的一场戏，爱恨纠葛全部都融入在这场戏里面。女生的声音，所以我透过纱窗，其实会跟他林三春花会有一点硬。哦，他们俩不是在拉扯吗？不要啦，没关系啦。林三可能进来，不要啦，没关系啦，有一个女生的影子在那里进进出出。来，你来。买啦，我是感觉怪怪呢。什么怪怪啦？哎呀，导演就是给自己很大很大的期许，所以我可以感觉到他默默的被无限的压力。对，导演没关系，你慢慢来，我今天。不管其他场次，只要这场戏演员都 OK 就好了。哎，你赶快回，哦，这里还是
是我吗？你敢放水？你敢放水？你活了干什么？伊唔好我活。你大家做伙去试试。你来大家做伙来试试啦。你好，你好啊，妹啊，你有教无？那场戏是说林三已经有外遇了，他把小三带回舅家来，他以为家里没有人，结果没想到苏竹在家里面，他听到外面啊林三抓杂货等来，他就紧架牙菜都被抬出去。好，快来。复杂，那是林三外遇，发现小三回来，苏祖就拿菜刀要追杀他。没有，现在是听到有门声的时候，你就想去拿菜刀，就听到有女人声音。你凭什么？惠妹姐就是。他会仔细再仔细，我觉得事实上是每个演员都会去要求的，因为大家都想要很好的去诠释这个角色，诠释这个故事，呈现给观众面前，所以他对于每个细节他会自己再确认，自己再确认，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等一下还是光，你敢放水？你敢放水？你活了再说呀。往前冲吗？所以你就你见招拆招，我反正往前冲，到你把我甩开，他下去，只要我往前冲，你就是拖我就对了。嗯，这种情况下，因为那个戏里面抱着林三的腿，又不让他走，那林三以为说你要拿刀砍我，又去踢他，那就拳打脚踢的动作全武行哎。其实这个再拍起来，演员也会很辛苦，因为要爱调角度啊，打一次还不够，他从那边拍过来再打一次，从那边再拍过来再打一次，所以这里面。过程会比较辛苦一点。来啦，咱是得来休息一下。哎，紧走，我牙都出来，紧走。你慢走。哎呀，别冲啊！好啦，你这个气笑笑，娘娘的，你慢走。你想吃我就搞呢，我这世人辛辛苦苦赚钱饲你，让你开。这种代志你做会落去？你若有代志，你敢抬起多一罐嘛？我提给你。往前，再往前走。对，对。好，快冲！你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在这一场，从他爱他后拿刀，拿刀只要砍他，到最后抱着他不要走，之后退心离开。很难嘞，我觉得女人很难。所以这一场对你很重要。我这样子。你怎么抢那个刀丢掉你的刀的？不然你怎么拿？我就把它钉，把它钉。菜刀上面的话，道具他们也帮我们做了一些防护的措施。对，一切都是以安全为第一考量。真的是这样。然后我们俩会很用力，就是我冲过去以后，对不对？这边。抓我拉回来，拉。你不要脚都不动啊！我怕被打落了。加油！自己在读脚本，然后在顺本的时候，然后再看现在现场这样子拍这一场戏的时候，事实上还蛮纠葛的，因为从脚本上面看得出来，苏如之前事实上传统女性就是很顺着丈夫，从以前年轻开始自己知道说她可能外面有别的。女孩子跟别的女孩子很在一起，可是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也是很尊重林三师兄的部分，还是很爱他。那一直到确定亲眼看到林三带着其他女孩子回到他们一手买的家的时候，整个都爆发出来，然后那种暗恨纠葛的情节的都出来了。你好啊，妹啦！有教的，代志都已经安排好，你才肯放手下，啊？我都讲过，无什么跟你过。好评。好嘞，好。来拍照。我给你摔两拳。你们怎样？我要他做。好。好，我们检查一下啊。我很怕你去撞那个玻璃。
三师兄对他说，我就是不要跟你在一起了。那苏竹师就还是恳求他可以回来，爱得很累很辛苦，到最后苏竹师姐就不想跟林三师兄争吵，他先离开了这个家。你别生，我跟你讲，一世人我都袂让你好过，不信你再来试看卖咧。我现在要感受的是，我怎么样对我的老公不离不弃，然后我还要求苦苦的哀求他留下来。这是戏里面就苏竹师姐，本尊的杨贵妹是不可能的代志。为什么你要一直苦守寒窑，我都不懂。但是呢，因为我要演苏竹师姐，我不是我自己，哎，我要过苏竹师姐的生活的人生，所以我一定要说服自己，我为什么甘之如饴这样做。所以我剧本看了很多次，当中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没有先生，我什么都没有了。”下次对一下，我打开，互相摩擦，两缸几缸，五天两天也好，看到你看到机器了，你换边吧，啊、哦，选择。妹姐就是要帅，坚持不换边，所以跟妹姐学的话，就学到有帅的东西，还是有，坚持不换边。讲话要，哦，好，换边。要有节奏，利落，观众听了才会想法。我先问你，我伫咧无闲，无足侪时间伫咧厝我即马才知影，你唔若外口有查某，佮甲妈妈有熟识。台语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你去问跟你同系的演员，这个怎么讲？我们有互动，而且他经验这么足够，他会把台语修得更好。我会讲一次给他听，然后就说，那我觉得你会这样讲会更好，更有会考或怎么样的。当然对自己是更有帮助的、啊。演戏是大家互相交流，就说哦、你给我什么，我感受到了，然后呢，我回应你什么，所以其实是一个交流。所以为什么我这么热爱戏剧，就是我喜欢人跟人之间，从不熟悉到熟悉，到很深刻的感情，到大家相知相惜。演戏的这个过程是很好玩的。妈，你这是要创啥啦？你得让伊去啊！伊拢讲安尼啊，对无？啊，无咧。啊，无我会当安怎？无啊，我是算啥？不是，但是我现在有这个情绪，我等一下不好演，这样我等一下。快回去，快回去。这个女人的悲哀其实是会让人家揪心。我不知道，我还跟妹妹讲，我说我不行，我说我看到苏竹讲这段词，我说我的眼泪都出来了。他跟他儿子说，我就跟你爸爸已经40年了，他打也不是没有打过我，我不都忍过来了吗？那。可是如果没有了，没有了，真的不安，安尼我算啥？我不安，我不安是算啥物？他有他的世界，听了以后我觉得我好纠结。那如果是我的女人，我想我会丢不下来。后来我说好，我说我不能跟你们讨论，我说我不要看这段词，看这段词我现在要拍的是，我要跟儿子说，我跟你妈要拆。我说我这样子，你会影响我演不下去。玉成，你卖阁讲啊！我逐天拢看妈妈伫遐哭，大家心情嘛无好。啊你咧？你著讲你家己交女朋友。儿子跟爸爸摊牌。那摊牌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爸爸有外遇，然后知道爸爸对妈妈不好。这个儿子跟他妈妈感情非常的好，所以呢，到最后变成经济的支柱这样子。然后家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到最后都儿子有点像是因为跟妈妈很太亲了，所以爸爸很多的问题反而是儿子站出来讲。一名贼贼。你回来，别再去了，就这样。玉成，安怎？我现在就
无法度。无法度跟你妈妈继续过落去啦。对我来讲的话，儿子是财神爷，他不只是儿子，那所以我会忌讳，会怕儿子生气，是因为他是财神爷。可是呢，这场戏到最后，因为儿子说你把你跟那女人拆了，然后你搬回来，那我跟他说，那是鼓起勇气跟儿子讲，就是说我希望你能接受，再怎么样我是爸爸，所以你能接受我跟你妈妈过不下去了。所以呢，但是儿子回答的是，你不会谈过吗？是好，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一毛也不会给你，然后呢你就搬出去，没有你也不用再回来了。其实这个话很重，我们常常在戏里戏外会交战，那但是呢这就是人生，而且就大爱剧场来讲，它都是真实的人生。我们从这个戏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我们看到人生百态，一路走过来你会觉得，也许我很庆幸我没有碰到像剧中人这样的状况，那也许剧中人有我所没有的福报。嗯，其实看个人怎么做吧。无啦，你挂只卡棒要送啥？哈、啊？好啦，先不要卖讲啦，你先回去。咱两个人已经真啦。你家己的家己好好啊！莫啦，你莫走啦，好不好？啊，无安尼啦，无安尼，你去边五天，五天无要紧，你回来厝两天就好，好不好？啊，无你嘛带念讲，咱阿婆很侪年啊。我都跟你讲啊，咱两个缘分已经尽。你是安怎拢听无咧？我即摆要过遐甲伊生活，你家己好好保重。其实我们生命也是这样一直转啊，人生也一直转，什么时候会有挫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好运不知道，其实我们都无法预计，但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就是我们要用心过生活，用心做任何事情。人生就是这样，人生是一连串的挫折，然后呢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坚强。也许大家看戏的时候负面，没有好的吗？有，你耐心看下去，最后它会有方法可以转换的。那个人生是你想象不到的美好。你看到了这个戏以后，你觉得对你来说有人生的启发，那我们都给的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